我们所有的罪恶都得到清算，每一次伤害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我是你嫂嫂，你为了自杀是本人，是先生所杀的。反正你们离开沈家之后都是隐形人物，跟死了没什么两样。只要你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就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妨碍你。王一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也不会太好过，根本就和你嫂子搞在一起了。 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会自杀呢？我跟他清清白白，你还敢说你没有跨越雷池，跟你的小叔子沐城心许吗？住手！先生，没事。这是谁的？ 很想带我冲上来的，都是大和商会的人。谭叔跟日本人到底有何关系？我可以豁出我的命。